time to run it up. I wake up. Yeah. 大家好，跟美英俊，今天刚好有一台车主来换前后 RB 避震器，我觉得他改的蛮有特色的，所以顺便介绍给大家一下。哦，他这一支，这是网络买的嘛？哈，对对对，网络买的。哦，这个应该是哈里他们在专用啊。对对对，哈 ，Take Away 哦，这个是防守震，这个卖得很好。再说吧，横杆。哦，你看这支钥匙，屌了吧？听说车主说这一支不便宜。好不好？杀青龟壳手工打的中指钥匙圈，哦，这个你看，还有这一支，这也是特色。哦，这个好物要推啊！啊，再来就是这个，今天来装的就是 RB， 他说装的是非常效果，真的是非常好。RB 的前叉 CD 专用前叉避震器。哦，再来这个是KSB 的，对对对，哦 ，KSB 的大灯支架，哦，啊。大灯护网、灯耳支架，哦，再来就，你有注意看啊？车主用这是用铁勒式的吗？没有，那个你用什么样的喷漆？MTN 的喷漆啊。MTN 的喷漆算比较好的特殊的喷漆，对不对？西班牙，然后它是专门为涂鸦的设计出来的一个特殊的喷漆。哦，这是特殊喷漆。比较小。哦，摸起来真的是有颗粒，你看看，这是车主自己 DIY 的哦。还会再换、啊哦、因为喷的没有很好。不会了，我觉得这样蛮有复古的效果。全车，你看，直接给它土包弄个喷了。其实这个有防锈，它原本是红色的。它原本是红色。对啊。对，啊，今天有换了我们家的那个白铁轮芯。哦，这个是比较防锈的，又防螺丝会脱落的。我们做附了一个插销。再来，这一支是什么排气管 ？Altex。Altex 是不是 ？O。O U T， 然后 E S O test， 好、啊，那我们吹一下，发声给大家听一下它的声音。其实我觉得它蛮安静的，大家在说。哦，它就有，它来直接就有消音塞了吗？有，它来就有消音塞了。对。哦，所以其实它护片也都原本来就有。对。哦，你看，我就听它的声音。我觉得声音真的很安静啊，吼！啊，又有那种就是隔热效果，防止你烫到哦。再来就是 H2C 的 CNC， 哦，这是铝合气盖。哎呀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踏？哪一家的？它是换上面这一块。哦，这原厂的。乌等的，对，这是原厂的，然后它只是换上面这一块。哦，就因为它原厂的那个我。踩下来脚感不是很好，然后这个的话是它第一个，它可以提供你就是稳定性，你比较不容易，因为有时候刹车脚会滑出去。哇，碎碎碎！然后大概就这样，哦，你也盖小狗比娃娃厚。你看车主把这个拆掉，对，再来就是这个是泰制的那个后座脚踏，哦，再来你看也是今天换的那个 RB， 哦，避震器，搭前后搭配起来，哦，灰碳隔条、预载隔条，哦。现在已经改版了，这是最后一组的旧版的，哦，再来这个我们家的白铁轮芯，还有，来你看，这是车主，这是你是贴纸贴上去画的吗？还是直接用手拉的？用喷的啊，贴就是遮喷这样嘛，对不对？遮喷。好，啊，这个坐垫一体式的坐垫，这应该少见嘛？这个怎么开？我看一下，我看。这个就是那个怎么讲？因为我有拿去给坐垫行削切，哦，然后它本来是比较厚，哦，然后形体的话是都一样，我是照它原本的线条切下来，哦，然后大概都是，哦，这个可以开哦，让大家看一下，它是这样是可以开的哦，这是原本买就有附，对，它就是这个跟附这个这样，哦，哎，好，那，啊，这个买多少？他们卖有点贵了，就是大概4000多块，这样叫贵啊？4000块很便宜的啦。对啦。对，在这个频道不能讲说是它太贵了，这太便宜了，便宜啦，便宜哦，便宜啊！这个呢，坏小，我记得是坏小孩，对，坏小孩，坏小孩，这个是我自己也有在卖的东西。哦吼吼，好，这个是非常有用的东西。好，有私讯哦，私讯哦，不用了，代购哦，哈，在 RB
哦啊，再来这是 KSB 的链条盖，对啊，再来就是今天有换到我们家的 Nemodo 的齿盘，哦，原厂齿配 EK 的黑金链条，哦 ，EK 黑金链条，白底圆心，后座脚踏，我们听一下这个声音，其实这个声音好像蛮怪怪的感觉哈，而且进气，对啊，进气好像。这样够劲了吧？它里面还有什么构造吗？里面就那个巴拉，就巴拉。它原厂是一片的那个滤芯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它这个拆掉就是也是个巴拉啦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它就是把你那个滤芯混的。哦，就等于防水的概念，这个拆掉的话更巴拉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好、哦、，OK OK。然后进气量也比较大，效果也比较好。效果比较好。好，这个我们家有卖的，好，边柱加大做。哦啊，这个应该是你。Moise 的、哦，哎呦，啊 ，logo 我有没有看到？他就是故意做没 logo 哦。Moise 的哦，电盘螺丝，哦，这个 GTR 的凸轮轴透明盖，哦，差不多。今天把好车介绍给大家，还是一样，记得喜欢的按订阅分享，拜拜。